薛之谦爬电线杆，在天灾面前抖机灵，被点名批评后删除微博。近日，薛之谦又因为雨中抱柱的行为而上热搜了。台风来袭，不少地区都降大暴雨，自然灾难面前人人惊恐。在上海的薛之谦也不例外，他自己发出了一则短视频，有点顺杆往上爬的意思。整个视频画面看起来相当滑稽搞笑。在视频中，他抱着大柱子，脚上的鞋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薛之谦行为慌张害怕无助，还特意在微博中告知这是在通告途中遇到的，至于具体什么通告我们不得而知。视频中人物画面清晰，看起来更像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，难道又是为了博关注的作秀？中国共青团点名批评薛之谦，目前已经删除了这条微博。